天意嘅草牛比赛先前结束嘅，土庙里边三万乡嘅阿夫所谓点，甚至董大年拿到为全国草牛冠军过后，庙里边总持有从每起鸦片来保养，佢陈述阿夫所谓点系庙里职工，所以阿夫所也打头名过后，扛到名上而来嘅人客实在众多。我认为阿夫所谓点爱先做完，是由礼拜两日才有做成哩。故说是讲一下上爱食，可能要等到三日的这样做的安排。烫起来就好了，烫起来再去炒扁香。在庙里宴众齐游场面前示范一项得到评判先生肯定、得到全国客家草牛比赛冠军的连麻虾草牛，师傅刘雪玲详细的介绍，何时的草牛处于某个重点，怎么向阿夫所的点得到全国草牛比赛冠军？庙里宴众齐游场主讲团出客家的厨师，同庙里客家菜的秘密表现到当真了。他们的精湛的一个技术，然后从很细微的这些的。这个食材，哦，到整个把它炒作这个风味绝佳的客家小炒，我想他们匠心独运，很认真的去把客家的一个美食发扬光大。是不过拿到冠军以后，也见到庙里宴三万乡五国也顺行的四点面呢，一下变做当当人主文的传统，唔但请当当人听着，还当当人都给等等我来食，希望做得较早地位排到七家。是不过阿夫所的店坚持品质，只有到十拜六拜日做生意，一下相识的朋友请假没有等一阵嘢。我讲之前啊，生意就平平啦，唔会讲好呀，太好太坏。就疫情加下冻唔好，天天啊，你下咧，你下得奖状了，为咩事啊？等去客满啦，会做事个啊？等侬来叫我预约，看来有限无，长个咧无咧。刘先生利用客家炒肉加上糯米饭，本炒肉的香米同米丝搭配糯米饭腌到再香，又软又香的口感，是个嘅人主角，莫怪系全国冠军。刘先生用阿婆本的记忆，加上自家的坚持，拿下全国冠军。一客家炒肉除了是香米，还可料理出客家人坚持的米丝。客家新闻总资讯，美丽报道。